大家好，谢谢小林董事长，还有那个小梁哥。今年很荣幸可以参与北流的这个 Open Lab， 因为之前我们在开董事会的时候，我们就聊起来，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这边协助的地方，我们就很乐意来配合。那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我刚刚也是一样，跟小林姐，我们看到那个。在那个小小的 Live House D 的场地，可是就觉得满满的热情，就想到40年前我们就是这样子啊、哦，一直到现在，坚持到现在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，就是希望把我们的这些经验传承下去，然后可以让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可以来超越我们。我们很希望有这个地方，然后有这样的机会。不只是让你们认识我们，我们也要认识你们啊！就是让我们开放更多、更多、更好的音乐人可以在这边发光发热。但是这是一个 open lab， 它是一个 lab， 但是未来的可能性是无限大的啊！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地方，我们常常在讲，我们有些小舞台是就是给同学练胆子，就是其实主持人也是今天就可以练胆子。没有问题。其实今天你会紧张，是我跟小林姐要负很大的责任，对不起。对，所以没有关系，下次碰到就不会紧张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发掘这样子有潜力的年轻人，然后呢，表现好或不好，我们都会给一些建议，一些过来人建议，然后给你们参考。也希望从这个 Open Lab 我们可以一年一年办下去，然后可以发掘更多更好的人才。OK， 谢谢你们，谢谢。